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这是第四个测试稀有神的这个抽卡几率加成200%的这个账号。哦，不落俗的一样，跟前面那几个账号把这个中阴庆的抽掉。好，然后看到上面的讯息一直在跳出来，大家现在都在抽稀有。哦，是不是刚刚紧急维护有没有？来吧。这个目前其他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以抽的 ，OK？ 好、哦，这是第四个账号了。那既然如此，我们一样有抽来抽一下看看。先来个有抽，这是个人的小习惯。嗯，蜥蜴战士，刚刚抽到史莱姆那个账号没有抽到很好的。第一站是不知道抽到什么卡，逆向，白金卡。四个账号当中，到底有没有人会抽到妖狐呢？天秤，没啥用处了、啊。光的我是可以接受，不然就来个那个不死的吧，光不死。不过我还是想要大气。巨象，嗯，很好，再来吧。总之就是把它抽光就对了，抽光就对啦。抽光就对啦。木妹来插什么话？以前大家都一直在挤那个妹子，嗯，妹子全套，结果用了没什么太大帮助。来一只梅格，叮，蛇妖，好吧，就一直抽好了，不要再抽有抽，一直抽，现在本人已经呈现放弃的状态了，相信几率已经调低了。你现在要抽到这个稀有或白金，可能已经困难了，所以最好是马上就给它抽下去。我抽，抽，我抽。慕容氏。白金，嗯，果然不出我所料啊！啊，再讲我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哈，木西啊！我想想，我没有木队，这个账号好像没有木队，不太有印象。哎、欸，哦，我好像也是杜门，啊，不是杜门啊，那个枪哥啊。哦，边讲要认真一点，生意抽了还在那边那个什么。什么枪什么歌，你现在是要妖狐，把目标放在妖狐。最后一抽，我们最后一抽一样是咪的，颜色看起来好像不太妙。好 ，Last， come on， 我每次讲 come on 他就不来了。好吧，抽光啊。非常好，目前四个账号的战绩就是两只稀有这样，一个东海龙王，一个牛魔王，牛魔王重复了。哦，这个账号真是蛮悲剧的，这个账号只有一只西亚能看而已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抽，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。十二抽一集，哎呀，我们先确认一下有没有枪哥，我记得没有错，枪哥。哦、有枪哥还好了，不至于太糟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个谢谢大家观赏，拜拜。